一条线，延绵中国广袤大地的南北与春秋。北京中轴线是中华文明的独特见证，它包含了中华民族传统的秩序观。一条线，承载一座千年古城的脊梁与灵魂。一条线，通向平常百姓的想念与挚爱。北京中轴线是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我奔跑的光影。没错，这就是北京中轴线。它既是一条历史之轴、文化之轴，又是一条发展之轴、未来之轴。700多年的岁月流转，它仍然在不断被赋予新的使命与内涵。中轴线一直在变化，可贵的就是每次变化，人们还在尊重着中轴线。假如将这条轴线的时空折叠，搭乘一辆时空列车穿梭其中，又会是怎样的体验呢？我们邀请您一同踏上这次中轴时空之旅。在承载着民族记忆的岁月里，寻找那份令人自豪的中国之魂。在天安门看到了当今中国繁荣富强的景象，什么理由不去珍惜，不去传承？在红墙黄瓦独一无二的单韵中，看见永恒与壮美的中国之美。如果这条中轴线还不是世界遗产，那什么能够是世界遗产呢？这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力量。在汇聚着世间百味的生活气象中，探寻人间烟火的中国之味。冰糖葫芦耳朵耶，在谱写出中华民族的大国曲调中，听见开放包容的中国之音。很神秘也很神奇，中国音体现出了独属于中的育儿的音符。一元中始，灿若星辰，一线中轴，成古通今。北京中轴线是历史对今天的馈赠，凝聚着一代代中国人的情感与梦想。北京中轴线阅尽了人间沧桑，谱写了历史长歌。它是一个穿越了700年历史精神的存在。今天就让我们乘坐中轴时空列车，走进这条连通历史与未来的文化之脊。登场了，北京中轴线时空之旅即将启程。